萧敬腾270万新车开去上篮，我很兴奋，我很爽。呀，老萧周六爽登金曲歌王的宝座，当晚庆功显了父母，新科歌王下一步要干嘛呢？海豚的旋律，牛顿的引力，迟钝的自己穿越孤寂，我在天上飞。他上球场耍帅，胯下把球运啊运啊，哎呦真是帅呀！他打的是个运筹帷幄控球后卫的位置，但该他冲锋陷阵时，他也没再犹豫，打一个飞身上来，又姿势一摆得分流。老萧用上了杀气去抢球，使出霸气去救球，哎呦，这本事绝非一朝一夕养成的吧？可能学校的一些，音乐上的比赛啊，我觉得是带头的，和体育的东西，我觉得是，或者是我，甚至我都当过啊副班长、风纪股长。是，这位二级化妆品应用管理科毕业、自曝大字不识几个的天生领袖，开270万元新买的 BMW 来练球呢。足见这年头书读不好 ，OK 的。看看我们的老萧多有出息，成就多高啊！苹果娱乐 Online 秃头也拉很高哦，不倒。